尤其应该知道这件事了。每一集都很小心，这对是 OK 啦，只是不要自己出一点 trouble 就好了。我是出了很多次 trouble。差不多了，直接送给他好了。不要只有三名，我是怕你们骂的时候被有一些是钓鱼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最怕是这样了，因为我不希望你们有因为我而发生什么状况，这样我自己过意不去啊。哦，这么刚好。第四次改乌龙，为什么？你又不用解锁。实际是手下，不能用诸葛亮那些哦，增加combo数都不行。我故意的啊，因为这个我说过我算过了，转一波他就再见了，所以我是故意不转的哦。不要再开错了，大哥，你再开错真的会好笑啊！刚已经有一次节目效果了哈，不用再来了。他们只是躲在键盘后面在那边唱秋这样而已，真的，这到现实什么都不是啊。哦，水哦，这场超顺的哦，你的恢复都没人看，为什么？来了哈，开这个，四系下嘛，我来个三系好了。这样打你右边把他送走会比较安全一点。哎，没有送走哎。OK 好，来，帮我一波 seven 吧。关东老马了，木屋有开了。有点刺激耶，因为没有龙科，1387万加木屋加主角，差不多刚好。我自己经验来讲，我记得是差不多刚好。
哦，睡啦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谢谢各位一波亲，哦啦哦啦哦啦 ，K， 哦，呜，秀吉好像轻松啊，吼吼吼，是嚎是嚎，差一点点，不过接近了，接近了。谢谢各位波七。哦，谢谢刚才干爹的抖内，真的很窝心啊，大心啊，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大家一个感觉的问题，我讲说是感觉的问题，真的，对吧？为什么喜欢开台，就是这样来的、啊，对吧？真的、啊、跟你们开台真的很开心的、啊，对吧？嗯，好好好，对，好好好。哦，刚打三场哎、欸，哼。